尊敬的黄坤明先生。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。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聚焦媒体发展的热点和前沿问题，是一个碰撞智慧、探讨合作、共谋发展的交流互鉴的大平台。首届论坛以共享科技冬奥为主题，将续写媒体与冬奥的不解之缘。期待本次论坛能够为全球媒体行业的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，为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贡献媒体的力量。我们在连接北京和张家口两个冬奥城市的高铁上，架设了国际上首个 5G 超高清移动直播演播室。我们的奥林匹克频道坚持智能化、智慧化的方向，开播三个月来，已经拥有超过4亿受众和众多的粉丝。我们将通过 8K 技术转播北京冬奥会的开幕盛况和短道速滑、花样滑冰项目，并开启奥运赛事的全程 4K 直播。可以预见，北京冬奥会将会成为展现媒体科技创新成果的最好舞台，全球受众将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身临其境的美好体验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利用好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这个精心打造的平台，与同行们一起共同努力，通过客观、真实、公正的报道，精彩呈现中国和世界各国冰雪健儿自强不息、超越自我的拼搏历程，为全球运动员营造公平竞技的纯洁冰雪舞台，以媒体行动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。